周开始了，恭喜周深在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第48个打歌周期，也就是12月10号到12月16号这个周期里，周深演唱的《奇遇乐章》荣获第三名。首先来说说这个榜单，它是由中宣部和广电总局联合指导央广梦想与新华平媒原创联合出品，并与央广网、微博等多方平台协同联动，综合全网数据而得出的榜单，其目标是再创全华语地区最具影响力、号召力、公信力的航母级榜单。由此可见，其公信力和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而在这个榜单中，周深除了《奇遇乐章》荣获第三名之外，还有四首歌曲在榜，分别是第七的《很高兴遇见你》，第十四的《美美》，第十六的《奔向你》，第十七的花开忘忧。恭喜周深有如此好的成绩。要说这两年最火的综艺是什么，非音乐综艺莫属了，而周深就是这些音综最受追捧的歌手。下面就来看看这些年他都参加了哪些音综吧。从深呼吸再到情深深，周深一次又一次的神辅助绽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光芒。而最近最强辅助周深再次上线，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与刘畊宏合唱《回到过去》，副歌部分周深一点主旋律都没有唱，真的是绝美声线，上下翻飞。在我们的歌节目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周深和李克勤合唱的《天下有情人》，简直就是直击心灵。周深一开嗓，全场嘉宾观众就炸了，高音唱的是荡气回肠，情绪细腻到洗涤灵魂，直接听呆了原唱周华健。周深在天赐的声音中也是精彩场面不断，比如在节目中，周深与张韶涵合唱《一路生花》，两个人的吟唱交织融汇，美不胜收，莫名的上头。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是血水的韶华，与胡梦舟合作《药茶》中，高音区的和音一出，立刻便有了绝尘的高级感。
深入人心节目中与男低音王希合作演唱《月弯弯》，两个唱功过硬的音色流氓把这首歌演绎得太好了，希望以后还会看到两个人能再次合作。梦的心碎了一半，月光把这些年染那么蓝，等不到永远都怪我们不勇敢。你在我生命留下的遗憾，怎么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的活动结束了，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见到米奇，他真的很可爱，他的妆发也很齐全。